已经探明，日本军舰三日内即可抵达东沙岛，朝廷如今十分怯战，一旦战败，危险的就是整个南国了。大佬，日本帝国主义！国难当前，何日太平？你凭什么说是日本人？ 收买白莲教，玄公护体，你乃我何？胡言乱语！在这何人？佛山黄飞鸿。黄飞鸿，就愿待命。之所以签订马关条约，就是为了中日避免战事。国家危难，这些封疆大吏难辞其咎。禀报国官，禀报皇姑大人。 荣华富贵，权力美色，全都是你的。一派胡言！中国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再教你一句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国家破败至此，我们还要这朝廷何用？黄飞鸿，知道你在说什么吧？即便我张之洞倒下了，万千中国人也绝不会倒下。 毫厘之地，若是我国土，必当寸土必争；少编制民，若是我同胞，更应倾力保全。